去年二月春节后，也是疫情在香港和全世界开始蔓延的时候，四月份的时候，公司主席问如何帮助弱势家庭度过这难关。身为上人的弟子，要把握因缘，就向主席介绍慈济的精神理念和提议香格里拉跟慈济合作。那缘呢，就是弟子深知这是一个推速的好机会，弟子就鼓起勇气跟主席说，合作 发放的祝福包必定要全数。主席刚开始是不同意的，但了解了为何要如数后，当场也答应了。上人说过，劝善容易，推速难，很安慰的。一年来每个月两场包装还有发放活动，如数的真理也渐渐的在同仁心中发芽了。饭店呢，由年今年呢，就是过年的时候推那个素盆菜，到端午节的时候推那素粥，客人都很赞赏。这赞赏呢，就是给我们的厨师的信心。饭店之前呢，有会只是有几道素食菜，现在呢是有一整夜的素食可以选择了，而且呢，就是大家很多客人赞赏的时候，越来越普遍，越来越普遍的时候，是越来越多人会如数。听到了香格里拉的大集团呐、啊，能这样的推数啊，感恩呐、啊，陈居士的勇敢用心哈、哦，这只要一个人、两个人心念一转，可以影响多少人呢？当然要饭店多是如数是很困难。不过呢，影响人心呢、啊，用方法呢，如何让人人如数皆大欢喜？一直在说，人类啊，应该要回归自然的食，自然的素食，因为人的生活。如数呢，是最健康食，所以我常常说，感恩大地能五谷杂粮都是很齐全供应给人类生活，看到大家用心来完成这样的如数了，尽这一份心力，真是功德无量。只要我们有心啊，花心立愿啊，净化人心啊，广度众生，不是做不到。现在各位已经起步了，花心立愿啊，开步走了，步步踏实，从自己做起，影响亲人朋友，一直到事业啦，都可以来做响应。这力量是非常可观呐、啊，可以呢改变天下人间吃的习惯，何况在香港呢？香港人口很稠密，人与人之间呐、啊，要说话，要推动。不困难呐、啊，只要有心就不困难，有志一同呐、啊，是最欢喜的事情。期待大家共同一念，善心立愿，相信呢、啊，菩萨聚会在一起。
就是叫做华喜充满，志同道合啦，都是呢善心的好朋友，人人都可行菩萨道，你们可以见证呢人间之苦。师父每一次，不管是身体不调和，或者是呢碰到了什么困难，总是呢我的心，我的脑，心脑一转，我就会想到了，啊，人生啊，贫穷、苦难、老病都是苦。我本身只是呢，现在只是面对的是老病而已啊，我还可以呢。很有福，普天之下这么多的弟子响应师父的推动，响应师父的说话，现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更需要像这样的善友菩萨常凝聚在一起，劝恕也好，行善也好，环保，环保也是一个法门，听到继续的在做，这种长年累月啦，善法呢不间断啦，可见各位菩萨你们的道心坚固啊。虽然在香港很复杂，能保持这样清净善念，愿意投入呢那环保，因为要做环保，面对的这个脏的物质很多，要去分类，要变成了说法因缘，这实在是智慧修福，那就是福慧双修啊！菩萨们，师父敬爱你们，我很尊重、尊敬大家，你们这一分的勇猛精进投入，长年累月呢在付出。法亲彼此都在关怀，真的让师父很心安，看到大家这一波呢也有受到教益，师父不断的呼吁了大灾教益啊，大家呢真正的要警悟的时刻，提高警觉，要觉悟的时刻啦，灾难呢，因为气候变迁啦，因为人心不调啦，现在呢要赶快让人心呢能接触到佛法，能接触到善友，所以呢这能让人心呢净化，更人心净化了，才能呢让大气候呢能缓和下来。这复生戒杀也是一股呢大力量，我们要复生，我们要真正的爱护生命，这一股善念呐、结果起来，那就是福造福啦，这就是能减缓灾情，所以期待天下的
菩萨门呐、啊，就是要启动呐、啊，不只是独善其身，还要呢兼劝以别人，人人相劝呐、啊，人人发挥这一份善念，这是现在极不容缓的时刻。菩萨，这都是呢，师父生生呼唤的菩萨，菩萨，就如我在求菩萨一样，希望人人菩萨，人人善行，人人推树，感恩你们呐、啊，爱的能量呐、啊，是无量无数。